2021年9月4日，中国计算机学会举办 CNCC 2021新闻发布会，向社会各界介绍大会的筹备情况。CCS 希望通过顶尖企业 CTO 之间的交流，帮助企业在竞争合作中成长，给中国企业的 CTO 们提供一个交流与成长的平台。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届大会的举办，市领导已确定将出席本届大会的系列重要活动，期待与计算领域的国内专家面对面，深入交流科技创新发展的挑战与机遇。改革开放42年，深圳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国际性大城市，信息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，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 2.2 万亿元，占全国总量的将近五分之一，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。这正是本次大会主题"计算赋能加速数字化转型"的生动实践和写照。